现在开始咯。喜来人生路，喜歌斗阵行。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欢迎在下斗阵的时间准时甲张磊斗阵来看戏。好看的继续伊接受，咱继续来看。这个苏怀文起兵造反，犯了大罪。伊的母亲苏乐夫人看到后生行唔着路，全苦苦相劝，希望伊还及时回头。不过这个时阵的苏怀文啊，已经失去了理智。苏乐夫人看到这一切以后，只好赶紧去请一个计主义来解围。不过这个时阵的计主义已经不是大官帅了，所以手内也无兵权，就是无法人来抵抗这个苏怀文。后来计主义就向其他国家借兵，最后才打败了苏怀文。皇家又一摆得到计主义的保护。皇上非常的感激伊，全打算将家己啊相当疼爱的四公主李君蕊许配予计主义的后生计爱。不过这位四公主非常的娇蛮，就算是计予计爱，伊还认为家己是金鸡玉叶，无愿意放了身份。所以伫身份的暗暝，伊就甲计爱来了一个下马威。那面对公主的这款行为，计爱又会怎样来应对呢？精彩好戏，赶紧甲张磊继续看落去。
出入啊，您就不必如此多礼了。这是宫廷礼仪，奴婢不敢。如此礼节也太麻烦了。啊，公主啊！我紧对我说，免得我蒙头。
见公主，驸马平身。谢公主。你娘有什么礼节啦？多谢，今日要婚神大礼，现在应该行一个夫妻合欢礼。风采已经行过了，现在就免了吧。风采无算数，现在到定来。中来就中来，但不知我要坐在哪里呀？驸马，你应该坐在左边。嘿，错了错了，如果君做神游，我哪能坐在左边啊？哎，驸马，这是在寝宫内面，不是在金殿，当君神，只当夫妻。伊讲，这是在寝宫，不当君神两字。你为什么叫我行君臣大礼啊？这，反正这是皇家规矩，不可怠慢。出力欢迎，讲来讲去拢是皇家的礼节，真是无可奈何。驸马。我不要饮，你带我饮吧。不用，这是皇家礼节，不可怠慢。皇家礼节，我饮，我饮。公主，请。练了，谢驸马。公主哪里去了？
公主，伊甲我为散步去啦。退下。是。姑苏冷调热气，我难忍，伊却心爱你的天佑，今日不能再迁就。合作愉快啊，感谢。妈妈，妈妈，你来这边，好好看啊！宝贝，你慢点。哦，真漂亮。周围没人，抽根烟。先生你好。文明观展，展现你我涵养。原来你在此，害我找得好苦啊！啊、哦！
跪爱拜见公主。驸马平息。谢公主。公主。哎呀呀呀呀！驸马，看你满身大汗，好不叫人贴心嘛、啊。来来来，快回车到后宫行去认尸吧。哎，公主。公主啊，公主平日中礼仪，甲公婆介绍是一不用心，请你明早甲我同齐回府去，咱夫妻双双。
吗？我大姐行几半日，无看到公主的人。干妹，喂喂喂，公主公妹来，一定会来。我来头前去看。进去进去。家真正会无来，哎呀！Thank you.
袂用剑去吹。六哥啊，六弟啊，拜寿时间快到啦，还是快快拜寿去吧。哎呀，不是来就来，紧行紧行紧行。这是一场接力，一场关于文明的接力，一个眼神达成你我之间的默契。三言两语最能抚慰人心，一个细节成为美景最好的滤镜。一次等待让城市的暖意升温，伸出双手传递爱心的力量。这是一场接力，一场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接力。文明接力，您准备好了吗？Oh!
回来，你就留在府中，与你母亲说谈说谈。是，请问海里在，快随你听，将我好听，为将大人饮酒提得了。大哥大嫂将边关急急赶回，为爹爹拜寿。你就叫因到后堂补拜。是。六弟。今日咱是爹爹寿诞之日，这位后生新妇拢来甲爹爹祝寿，单单公主无来，真是求处理呀。是。什么人来了？是东宫太祖上台万岁，贺信受礼。哦，你看，你看，连东宫太祖也上来受礼，这个公主真是比万岁呀，较歹巧。哎呀！太孩子回宫找公主细说。哎，六弟，六姊，六弟，六公啊，六公，六公，我公弟，你呀，看你因我讲未了，但是听了气难消，这错大祸是难了，公主面前去求教。母亲海里低处，像你小弟也是金星，你看伊如此怒气冲冲，正强之气，万一那是跟公主未拄好，那就唔好了了啦。进来进来，进去禀报你爹的情，看你如何是好啊。海里遵命，母亲请。
特别阳光的感觉，他有那么一点点傻傻啊！今天天气有点好，不是那种傻啦。他每次排队都喜欢礼让别人。小朋友，阿姨，要不您到前面，大叔要为您排着。这不行啊！上次我们排了很久了。嗯，你看我趁你直大红，多再点啊！他还有那么一点点空。那可不行，吃菜吃菜。哎，不是啦。怎么样？每次跟我出来吃饭，服务员都喜欢把吃不完的剩菜剩饭打包，还挺节约的。他还有一点点笨。我来帮你吧。好。我觉得他挺阳光的，一点一滴让自己的生活洒满阳光。Thank you.
我不但会告诉你，我也会怕你。好啊，好你怕，好你怕，两你也唔敢怕，怕你这唔在的意。今日要为您播送的就是《家族与作秀》精彩的大结局。刁蛮林姓的公主是不是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并改正呢？想要知道剧情最后会怎样的？